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它是汽水口味的呢。不要。而且它会发光哦。它会吃汽水。它会荧光吗？那我这边大概跟大家讲一下，那我们还是会好的，我们还是会截图，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。吸管。啊！折。对，他当然非常想解读这个习惯，也很恐怖。那大家都觉得能解读，因为现在是看到有很多影片。哦，那我们还是会解读。我看太子在十五位名单，我们现在会截图，截图完以后，然后再公布到我们官网上面。那大家看到以后再留言就可以哦，私讯我们，记得留你的失败本名，然后要留你的本名，然后电话跟现居的地址，你收得到的地址。没有，别忘灯才会知道。先回去啊。哇，我的手机快没电了，刚刚要讲一声，所以说。哎呦，它关了耶！它关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荧光棒。荧光棒。棒棒糖。荧光棒棒糖。嗯，对对对。喂，看，刚刚那个。那只糖果不见了。那再开一个吗？我要再开一个。那个不是钓鱼用的吗？钓鱼用的荧光棒吗？它是荧光棒棒。没有，下面要折断，要折一下，折一下，不要折断。好，可以了。哇，我没吃过很棒棒的糖。这是棒棒糖，对，它是荧光，上面是棒棒糖，下面是荧光棒。它是下面那个棒。那你吃吃看。它要折断，它里面的东西综合才可以。它可以下面这个。那个跟对啊，钓鱼那个荧光棒一样。哇，你看荧光的。荧光棒棒糖，哦，那个发光的地方是不能吃的哦。没有没有，它那个也咬不下。对，那是塑料，那是棒子。发光，你看，对，要摇一摇，使用前摇一摇。摇一摇。难免我们现在还是一样，下次下还是我们下就是这样结束。OK， 吃了很多只，吃两只。没有吧？不行，那个没有糖。对，刚刚十五位信众的活动就结束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礼拜六的祝寿活动或者直播活动。刚刚我们直播的十五位的信众，不是谣言拿出来。哎呀，你好像我下面那个哦。那不能吃哦，下面那个亮亮的不能吃哦。真的像谣言。养盐水的吗？我叫那个。然后也像阴的印象吗？它比较长，还要再一个哦。会太紧张，太丑了，太。紫薇活动已经通。都截止，报名已经截止。对，因为阴阳太子这次算是第二次公主祝寿，那是第二次。那阴阳太子也比较不熟悉，对人界的一些事也比较不熟悉。那他就很像了。看到阴阳太子怎么玩，阴阳太子才知道，原来这个是这样子才可以玩。开始摇得好大力，第三的耶！Hello， 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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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知道，我使用前摇一摇，所以太子，两位太子偏偏在摇。我的屁屁哦。谢谢太子。我有说之前跟你讲到，说明天就是加准时。这个可以跟，给我开个灯。后天、明后天都会加，知道吗？给我开个灯。太子今天都会加。太子亮亮的，你要亮亮的试试吗？啊，再关灯，再关灯。不好意思，直播上面的时候有时候在突然间打这个套路。对，就是有，对。糖果，可乐口味，大家报告一下，大家好好看一下，因为大家对大家的好来，来一起练练指导哦，一人一个，啊，不要那么丑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嘿嘿嘿嘿嘿，好可爱哦，看一下，一、二、三，可以哦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发现大家都太子的书柜波动啊，大家很踊跃。那为了好、让大家都可以得到好、太子的祝福、那这两天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这三天、如果请大家踊跃上直播，请大家踊跃上直播。那我们这个活动，刚刚那十五位信众的活动，这一只手机没电了，随时都会进行，我要换另外一只，随时都会进行，请大家再稍待一下。你怎么会？好，麻烦大家。寿面，然后那个糖果，明天跟后天的直播随时会在一样的地方。快去抱着睡觉，你在毕业了。不错，我就希望这些菜很好，但是吃都要留下来。记得要寿面就20份，好，寿面就20份。这只手机画面比较差，请多包涵。子欣，就还给，去上个厕所。还给公主了。这里以上哦，才能够登记哦，麻烦一下哦，好了。
新增工会员频道开播咯，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